现在请调直座椅靠背，扣好安全带，升起小桌板，升起座椅脚踏板，打开遮光板。根据中国法律规定，损坏机上设备及扰乱客舱秩序的行为，将被处以警告、罚款、治安拘留等处罚。对以上行为将进行音视频采集。 严重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空中服务将在起飞后。